湾区收活知多啲啊！诶，话你知好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又见面啦。咁今日呢，我哋就嚟到位于我哋中山南区一个远洋天柱。咁各位嘅观众呢如果系平时中意我哋嘅一个视频呢，不妨先点翻个订阅先，再揿埋旁边一个钟仔啦。咁下次我哋有视频更新或者有楼盘加推嘅话，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我哋一个信息嚟噶。咁中山南区呢个位置呢，系我位于我哋一个石岐区嚟噶。 即以前是市区呢边嘅，咁呢边呢就隔一条马路，嗰边呢就是我哋嘅东区，咁后边就是我哋一个恒大绿洲嘅一个楼盘啦。啊，咁远洋天主呢，就是我哋远洋集团楼下嘅，咁呢边呢已经是接近咗一个验楼嘅一个状态啦。咁讲翻我哋周边嘅配套，咁周边呢，有我哋一个天虹商场，即、就、系、是、我哋中奥滨河湾以前嘅一个售楼部售楼部嚟噶。啊，咁有买咗我哋中奥滨河湾复式单位嘅。 業主咧，肯定係知道啦。嗱，嗰邊咧已經係天港商場開咗，係非常之熱鬧。咁行路過去大概都係五分鐘嘅一個路程咁樣行過去。咁對斜對面咧就係、是、我哋一個樹木園啦。咁樹木園咧，即係中意晨運嘅街坊咧，都係可以喺呢邊朝頭早去晨運嘅。咁非常大嘅一個森林公園啦。咁仲有一個金鐘水庫嘅啊，非常適合朝頭早晨運。咁大概行完一圈咧，大概要兩個鐘左右嘅啊，都係非常適合。 朝头早去行下咁样，咁再过去呢，就是我哋嘅一个大信商圈，即、就、系、是、大信商场啦，咁 KTV 啊、商场买嘢啊、家私家电啊，全部嗰边嗰边都系有嘅。咁仲有一个有一个我哋一个月形新城嘅月形商业圈啦。咁下面呢，就系街市食嘢嘅，咁行过去大概都系三分钟一个路程。咁呢边一个家即系配套呢，就是、生活配套呢系非常之方便嘅。咁搭车过去呢，五分钟。 是我哋一个东区博爱医院，咁呢个系中山最好一个医院嚟㗎。咁医疗配套都唔使担心。咁过嚟呢边一个交通呢，你可以坐啊高铁西九龙啊到我哋中山站、中山北站都系冇问题，再过嚟楼盘大概都系三十分钟一个车程。咁国际酒店同埋富华呢，即、就、系、是、我哋嘅香港直达巴士喺太子、荃湾、屯门等地方可以上车嘅。咁到我哋楼盘呢边，即、就、系、是、到国际酒店再过嚟我哋楼盘呢，大概。

圖書館，咁仲有一個我哋嘅健身房，啊，咁應有盡有嘅，基本上會所配備嘅嘢都係有嘅。咁仲有我哋露天的一個無邊際泳池嘅，咁都係供我哋業主去使用。喺我哋樓盤入邊已經係做好咗啦。咁同埋我哋一個交樓標準呢都係非常之精緻。咁價值呢係五千蚊一平方一個交樓標準嘅。咁究竟係點樣嘅話，咁我哋就直接去睇返我哋一個示範單位。 咁喺我哋片尾呢，会有一个系我哋一个交楼标准嘅，有我哋一百一十五平方、一百四十平方、一百五十五平方嘅一个顶楼一个交楼标准可以见到我哋周边一个环境同埋一个交楼一个情况咁样嘅。咁大家注意要睇翻我哋一个片尾，留意翻我哋嘅片尾。咁如果系觉得我视频 O K 话，点翻个赞，再继续往下边睇。O K，咁我哋直接入去睇睇。 咁大家可以見到咧，咁我哋誒遠陽天主咧就分咗有三期嘅。啊，咁地塊一咧就係我哋而家嘅遠陽天主，咁仲有地塊二、地塊三就仲未開發喺旁邊嘅。咁我哋遠陽天主咧嚇就分為五棟嘅，即、就、係、是、有五棟嘅一個住宅啦。嚇咁預計嘅一個交樓時間係誒今年嘅年底。嚇咁容積率係二點八，綠化率係三十六點四。 啊，管理都係我哋元陽一家嘅個物業公司。啊，咁管理費三蚊四一個方。啊，車位數咧有五百七十六個，地下五百二十一個，地面有五十五個嘅。嚇，咁大家咧可以再睇翻我哋一個啊見面圖。嚇，咁分為五棟，咁五座咧係十五層高。嚇，咁其餘咧啊四座咧係三十層高。啊。 咁我哋嘅一個一二三咧係三十二層高嘅，咁依家咧就主要賣咁咧係我哋一個二棟，咁其他咧係已經係售罄咗啦。咁面積段咧嗱都係差唔多嘅，嚇有三個面積段啦，一百十五方嘅一個三房，一百四十方嘅一個四房，同埋一百五十五方一個四加一房。咁全部户型咧都係朝翻我哋一個正南向嘅。 啊，望住我哋一个树木园嗰边，吓咁花园咧，同埋泳池咧，都系做得非常好。同埋我哋一个啊售楼中心嗰边咧，可以见到我哋一个下沉式嘅泳池啦。好啦，各位观众朋友，我哋而家咧就上到我哋一个远洋天主嘅示范单位，咁就位于我哋一个三栋嘅八楼。咁我哋呢边咧系一个两梯三房嘅。 主要嘅面积呢，就有我哋嘅一百四十方，啊一百五十六方，同埋我哋嘅最细嘅一百一十五平方嘅，咁就两梯三房咁。呢边呢，就系、是、我哋一个一百五十六平方嘅，咁呢边呢，系砖梯入户嘅咁样，一部电梯就喺门口，我哋入去睇翻一个格局系点样嘅、啊。首先入门呢，就系、是、我哋一个子母门啦，字母门开关，吓咁呢边呢？ 呢個呢就係一個門鎖这个呢個係用翻我哋一個品牌嘅一個門鎖，係艾力嘅一個門鎖嚟噶，嚇。呢邊呢就係我哋嘅一個啊櫥櫃啦，咁櫥櫃呢啲都係用翻我哋嘅一個啊品牌嘅櫥櫃嚟噶，嚇。皮阿諾入户玄櫃，啊再睇看呢啲呢，就我哋一個燈光啦，咁燈光咧呢啲都係用翻我哋一個品牌嘅， 呢边呢，讲咁呢，我哋一个装修标准大概系一个五千蚊嘅一个装修标准每平方嘅，所以用嘅用料呢都系非常之高档嘅。咁大家再睇返入边，即系呢边呢，就入户呢，就有一间房啦，咁样咁可以做翻一个书房去展示嘅。吓，咁就再过嚟睇翻我哋一个厨房。吓，咁。 大家可以見到，即係我哋廚房都做得係非常之靚嘅嚇一個 L 型。咁我哋呢個單位呢係一個創意嘅單位，所以大家可以見到有好多嘅嘢嚇。咁可以見到啊，廚房嘅一個三件套用咗我哋老闆三件套嘅啊，炊煙機啊爐同埋我哋嘅洗碗機啊。咁我哋嘅呢個水龍頭呢都係用翻我哋嘅一個啊磨音嘅一個水龍頭同埋呢個盤嚇。咁下邊呢。 仲有我哋嘅一個啊淨水器嚟㗎。大家去見一下啊！啲飲水咧係非常之健康，用咗我哋一個安吉爾嘅一個三重淨水咁、啊、櫥櫃呢，櫥櫃就係用咗我哋一個柏綠泥嘅一個櫥櫃啦。咁、啊、都係名牌嘢嚟㗎。咁、啊、再睇返出嚟呢，就係、是、我哋一個客廳位置、啊。客廳位置你可以擺返張圓形嘅都冇問題。 咁长形呢呢啲就比較一種西式嘅一種文化咁、啊、圓形呢先係嗰個中式文化。咁大家可以見到呢邊都有我哋一個啊陽台啊。呢、這個一百五十六平方呢係一個南北對流嘅。咁大家可以行出去見到啊。咁呢邊係北面嘅，咁北面咪望住我哋對面嘅一個啊恒大綠洲啊。好啦，咁我哋再睇返我哋入面。 咁其實呢個陽台呢，我哋就可以用嚟嗰個啊晾衫啊，擺洗衣機啊，都係冇問題嘅。咁大家可以再見下我哋個廳啊，呢個書廳呢，係非常之闊落嘅。啊，咁、這個啊、後面係做咗一排我哋嘅一個櫃。啊，咁呢邊先擺放咗我哋一個 sofa。咁呢個係創意嘅一個擺設嚟噶。咁、啊、大家可以見到，即、就、係、是、我哋一個風,風管機啊，即係後邊嗰個呢嗯。 可以見到係我哋一個空調嘅，個空調呢係用咗我哋東芝嘅一個中央空調，嚇，東芝中央空調呢係一個六件套嘅，即係六個風管機咁樣入去一台主機，嚇，咁呢個都係非常之唔錯嘅一個嚇一個空調咁樣一個設備，嚇，咁大家可以見到咁客廳咧係做咗個冇冇主燈嘅一個設計，咁嚇係顯得係非常之即係有有情調咁樣嘅，即係個風格唔同。 同埋我哋一个啊窗帘呢係做咗一个智能嘅窗帘嚟㗎。啊电动嘅智能窗帘咁全屋都係智能家居嚟㗎。咁、啊、玻璃呢，我哋趟门呢度係用緊係双层一个隔音玻璃嚟㗎。啊咁、啊、都係中空隔音玻璃，吓、啊、仲有隔热添，啊所以非常之唔错。啊咁岩、啊、板呢，呢啲都系交楼标准嚟噶。咁我哋客厅呢，系做咗我哋一个岩板嘅一个啊电视墙。 啊，咁就再睇返房間，咁你可見到房間呢都係非常之闊落嘅。啊，呢間兒童房都好好大嘅。嚇、啊，咁再睇返呢邊呢，就係、是、我哋嘅另外一間房。啊，另外一間房呢，就連住我哋一個陽台啦。咁啱先冇行出去睇，我哋等下再出返去睇睇。啊，咁呢邊呢，可以見到做返個櫃。啊，咁每間房呢，都係有我哋嘅一個啊風口，可以見到。 啊！出風口，啊咁就嚟到我哋一個洗手間啦。可以見到我哋一啲洗手櫃，啊呢啲都係一個啊名牌嘅，嚇係我哋一個漢斯及雅嘅一個水龍頭，啊咁呢啲就係皮亞諾嘅一啲啊定制嘅，啊咁馬桶咧就係我哋一個維保一個馬桶，啊咁水龍頭咧都係無因嘅一個水龍頭啦，嚇呢啲啊。 汉斯格嘅一个雅格套件嚟嘅，咁、啊、我哋再入翻嚟，咁呢边就做咗一个圆关咧，是比较唔错嘅，咁、啊、房呢非常之大、啊，非常之大一间房間，咁飘窗呢可以望到花园嘅一个景色，咁再入嚟呢，就是我哋一,、啊、一个衣柜位啦，咁呢边可以做返我哋嘅一个衣柜，咁入嚟话真系超大嘅梳妆台摆喺呢边。 咁好，即係好多啲女人呢就比較中意，即、就、係、是、我有個好大一個梳妝台嘅，有一个自己扮靚嘅一個地方咁、啊、再入翻我哋一個洗手間，咁大家可以見到，哇！呢、這個洗手間真係做得係超級舒服同埋中意，因為你睇到呢個洗手盤呢係非常之闊落嘅、啊、有兩個位咁樣，咁有成大面玻璃咁樣俾大家去做一個展示，咁呢啲都係名牌嘢嚟㗎。 洗手间嘅一个名牌嘢，咁同埋我哋一个智能马桶啊，系维保嘅一个智能马桶嚟㗎。啊，咁呢啲其实都系靓料嚟㗎。啊，可以见到我哋呢啲全部都系靓料，同埋我哋嘅浴霸呢都系靓料嚟㗎。啊，都系做得系非常之好用，咁、啊、我哋再睇返下我哋呢边嘅一个景色啦，景观。 呢边呢，邊就同我哋一个阳台呢望住係一样嘅，係望翻我哋一个泳池会所啦，即係下边係我哋下沉式嘅会所。咁再望远翻少少呢，就係我哋一个树木园啦，即係呢个位置树木园。咁我哋行路呢，讲紧係三四分钟就可以去到我呢个树木园啦。咁我哋最啱先呢，就冇睇到嗰个阳台，咁俾大家見一下我哋一个。 超级大嘅一个阳台,台,、啊、台，大家可以见到呢。我哋呢个阳台呢，哇，真系超长啊！陽超长阳台，咁大家可以见到阿 C N 同我一个距离呢，系非常之远嘅吓。咁呢边个阳台超大，咁平时喺出边啊 B B Q 食嘢都系冇问题。咁大家可以见下，即系阳台呢，就望住我呢一个内园啊泳池啊景色咁样啊。 咁超大阳台系超级享受，因为呢个咧系一百五十六平方嘅一个大面积单位吓，咁、啊、佢有咁长咁大嘅阳台咧，其实系好正常。咁我最中意咧就系一百五十六平方一个主人房嘅洗手间，因为真系超级大嘅啊。咁好多人会中意呢种设计啦，即系啊洗手间会比较大，同埋一个梳妆台嘅位置同埋衣柜嘅位置会做得比较大，因为咁样住起身系超级舒服嘅。咁 呢套單位咧，一百五十六平方單梯入户咧，呢啲港咁嘅一個價錢咧，係大概係要去到二萬一嘅一個單價嚟噶。咁計起身呢一套咧係要三百萬出頭嘅一個價錢咁港人都係可以做到上會嘅咁如果係中意我哋視頻，不妨先點翻個訂阅撳下個鐘仔嚇，點翻個贊先咁我哋再接落嚟去睇翻一個比較細啲嘅個單位我哋一百四十方嘅單位。 OK，跟住咧就系我哋一个一百四十平方啦，咁一百四十平方咧系做到四房单位嘅。咁我哋睇睇翻个格局系点样。咁呢边咧就系个交流嘅个标准啦。咁大家可以见下对开门，啊同埋我哋嘅压力嗰个啊智能门锁啊。咁呢边就系个柜，吓，我哋嘅皮皮下木嘅一个定制一个柜。咁空调咧就系我哋一个啊东芝嘅个空调。咁大家可以见到即系、啊那个啊啊啊啊就是、所有都有标注嘅。 咁入門咧呢邊咧就係我哋一間房咁、啊、房咧都係有我哋一個中央冷氣嘅、啊、大家放心。同埋我哋嘅一個開關啊，大家可以見到哇，呢啲開關全部都係好高智能嘅。咁呢個咧就係、是、我哋嘅一個可视對講啦。啊咁，平時你如果係出門急嘅話，你喺度啊著鞋嘅時候已經可以預約部電梯上嚟呢個門口咁啦。咁大家可以見到都係呢啲。 風管式嘅啊，風管機啊，中央空調啊，咁中央空調係全部係咁樣嘅。咁呢邊就係一個南北對流嘅一個廳位。咁大家睇翻我呢個廚房啊，過嚟呢邊啊，咁廚房都可以見到係一個差唔多係 U 型嘅一個廚房間，係非常之闊落整潔嘅啊。但係咁呢啲全部都係品牌嚟㗎啊，安格爾嘅一個品牌啊，摩恩嘅一個品牌啊，全部都係高卡士品牌咁。啊 下邊呢，就係、是、我哋一個淨水啦，啊安吉爾一個淨水，啊呢啲就可以使到即係、就是、我哋飲用嘅水係經過咗過濾，非常之健康嘅水。咁老版嘅一個生件套，啊洗碗機，啊咁全部都喺呢度。咁櫃呢啲就係我哋嘅一個博洛尼嘅一個櫃啦，咁、啊、我哋嘅一個磚啊，大家可以見到咁我哋係鋪咗我哋一個七十五成我哋嘅。 米五嘅一个砖嚟噶，咁呢个砖呢，都系我哋一个高档嘅一个砖嚟㗎。吓、啊、名牌砖，吓、啊、咁我哋再睇返我呢个阳台，咁、啊、阳台呢，都系非常之阔落㗎。吓、啊、我哋阳台呢，全部都系连住间房嘅、啊，大家可以见到都系非常之开阔嘅，吓、啊，咁每个阳台呢，朝向呢，都系朝向我哋嘅南边，即系望住我哋一个、啊、山景啦。 啊，同埋我哋嘅恒大綠洲啊，可以見到係非常之靚嘅。嚇，咁大家可以再再睇下嚇，咁呢啲磚咧，全部都係啲硬板嚟噶，啊，非常靚啊，鋪三塊咁樣好大塊嘅磚啊，連體嘅，咁磚係諾貝爾瓷磚啊，諾貝爾嘅瓷磚係非常之。 有名嘅，同埋非常之高卡士嘅。咁可以再见到這呢边咧，就系、是、我哋一个北向啊南北通透的一个户型啊，望翻出嚟。咁呢个阳台咧可以用嚟做翻我哋一个啊晾衫啊，都系冇问题嘅啊。咁再入去咧就系、是、我哋一个入边嘅房间位置啦。咁大家可以见到這呢边咧就系、是、我哋一个洗手间。啊。咁交交樓標準咧，啱先都有讲咗，都系啲民。 名牌嘢嚟㗎，維保啊啊或者係其他嘅名牌咁樣、啊、都係做得非常之靚，因為佢個裝修標準大概係五千蚊一平方咁、啊、房間咧就比較簡單啲，但係都係有配置我哋一個中央冷氣啊啊，咁、啊啊、都係有吊顶嘅啊，做得係非常之靚咁、啊、再睇翻呢邊咧就係、是、連住我哋陽台嘅個户型啊，咁都係做咗吊顶。咁自由發揮啦。到時一個裝修嘅話，可以定制我哋嘅一個。 衣櫃啊，同埋定制我哋一個床嚟㗎。啊，咁呢邊呢，就係我哋一個啊隔斷啦。咁到時擺返張畫呢，做翻個裝飾品嚇，非常之唔錯咁再入嚟呢，就係我哋嗰個主人房。咁大家可以見主人房都係非常之開闊嘅咁呢啲飘窗位呢，全部係贈送嘅，即已經全部打咗啦，每間房都有嚇。大家可以睇户型圖全部打咗贈送嘅。咁吊顶啦，同埋我哋一個智能化嘅全屋嘅嗰個智能窗簾。 咁可以見到我哋一個中央冷氣呢，都係喺上面嘅、啊、分體，即係一一台機分體嘅咁再過嚟呢邊呢，就係、是、做返我哋一個啊兩邊嘅一個櫃啊再入翻我哋嘅洗手間。咁洗手間做得都係非常之好啊非常之大。咧佢見到呢度呢，係有兩個嘅一個圍保。啊咁櫃呢，都係做得非常之靚啊咁馬桶智能馬桶，哇，坐住真係超級舒服。 智能嘅，咁最入翻嚟就係我哋一個淋林玉金啦，都係非常之大嘅，一條長線咁啊，咁呢個 feel 咧係真係非常之唔錯，即係入嚟到你都覺得啊，即係非常之高檔噶，因為降金係差唔多五千蚊一個方嘅一個裝修，咁呢個係一百四十平方嘅一個户型啊，咁我哋呢啲户型咧降緊个價錢咧大概係。 呃一萬七到兩萬一一個價錢，咁我哋最就計我哋一個最低層嘅價錢呢一萬七千蚊一平方，嚇咁一百四十方嘅話，咁呃圍到一個價錢都係要去到呃差唔多係二百四萬左右，二百四十萬，嚇咁首期係可以做到係兩成嘅，二百四十萬，咁兩成就係四十零萬咧就可以。 攞低我哋呢一間远洋天珠一百四十方嘅一个南北通透嘅户型，啊咁呢个呢係大面积嘅，咁仲有一个最小嘅一百一十五平方嘅，咁跟住我哋镜头再去睇睇我哋一百一十五平方个户型系點样嘅。好啦，我哋拍摄期间呢都係落咗大暴雨啊，睇我见到我哋呢个南向嘅一百一十五平方嘅都係望住我哋前面恒大绿洲嘅景色，啊有我哋嘅山景，哇咁望住我哋嘅楼。

啊，七十五乘米五嘅一個地砖，非常之大气嘅。嚇、啊，咁可以見到我哋一個結構啦，即係我哋嘅施工啊，施工係點樣施工嘅？咁大家可以過嚟睇睇先。嚇、啊，先睇我哋嘅一個啊廚房，就、啊、咁大家可以見到我哋牆啊，水槍拉毛啊，抹灰塵啊，雲相凝結層同埋樹向凝結層，然之後先再鋪翻我哋一個磚位嚟噶。 咁我哋再行翻入边，再睇一睇啊！咁呢边就係厨房吓，咁呢边就係一个啊客厅位啊餐厅客厅啦啊！咁我哋行翻呢边入嚟睇睇吓，咁、啊、大家可以见到我哋呢地板呢都系实木地板嚟㗎。啊！大家可以见到我哋一个墙板啊，呢啲系墙板嚟㗎。健康墙板啊，抗菌抗菌防霉啊，易清洁嚟㗎。 咁入嚟咧就睇翻我哋一個洗手間，嚇、啊、洗手間都係比較簡單嘅、啊，可以見到我哋成個、啊、一個裝修風格咁樣，咁、啊啊、大家就可以再見到我哋呢啲咁常規嘅一個工藝咧，即、就、係、是、我哋啲啊鐵角線啊鐵角線嗰啲、啊、卡扣啊同埋我哋呢啲全部都係我哋一啲工藝嘅一啲產品。 即係同我哋講緊，我哋係遠洋咧，係點樣去施工，點樣去做嘅同埋我哋一個標準咧係點樣嘅咁呢邊就係一間主人房，咁過嚟咧就仲有我哋另外兩間房咁大家可以見到呢邊就係一間細房啦咁可以見到出面咧，我哋點做嘅咧大家可以見到一個係防水層同埋後边有個防水保護層嚇，雙平。 將找平層，然之後再貼翻我哋一個牆磚嘅咁大家都可以見到呢邊啦，木灰層、啊、一變一個例子，二變例子，然之後打磨，然之後先係底漆嚇、啊，再油漆兩遍油漆，先達到我哋咁樣嘅一個效果啦，即係我哋咁樣嘅效果嚇，咁、啊、都係做得係非常之唔錯嘅嚇，咁、啊、再入翻嚟睇啦啊，咁可以見到我哋一個。 洗手间呢是这样的防水层呢最下边嘅，吓、啊、咁就排水管，吓预制嘅一个架康板，吓、啊、水泥的砂浆稳平层，吓、啊、大家看到即系做工啊，都是非常之细节化的帮大家咁样体验出来即系大家可以睇到我哋个施工的一个细致细节啊，吓、啊、咁最入翻嚟我间房間呢可以见到吓呢、啊這个是木地板来的咁木地板呢我哋经会经。 佢會潮啊嘛，會潮濕，所以佢呢度呢係做咗個防潮層啊，防炒層咁呢邊呢就係、是、一個自流平石膏，一個原結構面咁呢度本身係我哋一個飄窗位嘅，咁呢啲都係打咗係贈送俾大家。咁大家可以再睇返我哋上面一個吊顶，咁可以見到下左延板啊、石膏板啊，同埋我哋一個成品嘅一個角線。 同埋填放一個掛網，咁上面咧就係我哋一個中央冷氣啦，嚇、啊、冷氣機，大家可以都可以見到，咁都係有龍骨嘅，副龍骨、柱龍骨咁樣去撐住我哋呢呢套機嘅，吓、啊、咁洗手間呢上面咧都係有嘅，即係可以見到防水乳膠漆、耐水嘅一個石膏板，同埋上面一個細節做做法，吓、啊、咁、啊 大家睇到我哋一百一十五平方嘅呢一间单位，即係同埋我哋嘅一个啊施工嘅一个工艺啦，即系觉得会唔会对我哋原洋嘅一个产品会更加嘅有信心？因为我哋连呢啲基本工艺，我哋全部都係展示俾大家展现俾大家。虽然有好多细节啊，Albert 我都系未讲到嘅啊，但係大家过嚟现场呢，我哋会同大家介绍得更加清晰嘅。啊，咁一百一十五平方呢间呢，一万七千蚊。 到二萬一一個價錢，即係睇返我哋嘅一個樓層咁我哋價係最平嘅，一萬七千蚊一個價錢。咁圍到呢，啊，二百萬呢都唔使啊，可能就係、是、啊差唔多都差唔多嚇一一百八十幾、一百九十萬咁樣一個價錢咁樣就可以買得一套一百一十五方嘅一個。但位。雖然話呢套唔係話南北對流，但係佢個陽台呢都係一樣嘅好闊嘅户型圖咧，我哋會擺俾大家睇。 啊，咁呢邊係屬於我哋一個南區啦。咁呢邊去邊度嘅一個交通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咁、啊、有我哋一個樹木園啦。咁多數我哋香港街坊嘅，嚟呢邊都係退休或者係旅遊居住咁樣嘅。咁、啊、有我哋樹木園，咁朝頭早可以行翻我哋樹樹木園，繞翻一圈。咁呢一圈咧，都可以行到你兩個鐘左右嘅。咁後边仲有一個金鐘水庫，啊、都係。 朝頭早行遊三號源水嘅一個好地方，好去好去處嘅，散步啊，即係先會健康，因因為好多人都有晨運呢個啊習慣嘅。啊咁食嘢咧，前面有我哋一個天虹商場，即係我哋中澳濱河灣樓下，即係好多即係之前買翻我哋復式公寓嘅中澳濱河灣嘅一個業主咧，都會知道啊。天虹依家開得係非常之熱鬧嘅，即係我哋以前嘅售樓部，中澳濱河灣售樓部。 做得係非常之唔錯，咁人流係非常多，即係周邊啲幾個盤呢，啊幾個屋苑嘅人群呢，全部喺呢邊消費。咁再下邊少少呢，有我哋一個遠洋大信一個商場，咁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商業。咁、這、呢個商圈呢，嚟呢邊都係非常之近。咁你即係食啦，同埋醫啦，即係呢啲呢，都係有涵啦咁樣。咁一個醫院呢，咁博醫院即係中山最好嘅醫院，博醫院呢。 嚟我哋呢边大概都系五分钟一个车程就可以到达我哋嘅博爱医院，啊咁医疗呢方面呢都系非常之近嘅，啊咁呢边一个配套系比较齐全，因为南区系一个呃市区嚟噶，即系话系比较即系、就是、以前嘅一个旧市区，但系呢边呢一、这个发展呢都系唔错嘅，啊配套系非常之齐全，咁、啊、居住呢系真系非常之适合，吓咁啊、呃、价钱呢就会有小微话即系市区嘅价钱。 啊、一萬七千幾蚊到兩萬幾蚊，但是佢個質量呢，十打十呢係擺喺呢度嘅，嚇、啊、個裝修都已經去咗五千蚊啦，咁你計翻嚟都係一萬二千蚊一平方咁樣，嚇、啊、咁標準呢係非常之好，啊、那咁我哋即大家如果係有任何問題或者係需要睇樓嘅話，可以聯系翻 Elvin 我，即係撥打我哋個自建線啦，即係撥打聯係翻 Elvin 我，咁帶你哋過嚟現場，再去感受一下體驗一下樣。 周邊一個環境同埋樓盤一個啊配套啊，或者樓盤自身嘅一個自的一個花園啊、會所啊这樣嚇、啊。如果係 OK 嘅話，啊就可以幫我哋啊點翻個讚，轉發下给身邊的朋友睇睇。太太大家可以啊結個盤啊,啊，一齊過嚟睇都係冇問題嘅嚇。啊、那我哋今期一個遠洋天主一個介紹呢，就到咗呢度啦，就結束嚇。啊、那就同大家講聲拜拜啦，OK，拜拜。